科恐天神发后注意。咚咚咚咚摇机，吓死我呀！像我妈个咚咚咚咚咚咚嘞。今日好来到嘞 ，Terry Terry 提示。啊 ，Terry。讲爱 Terry 啦。哦 ，Terry 以后是啦。嘿，今日讲爱 Terry 哦，嘿，不过吼，一般都台北来讲吼，被扑吓感受太多。哦，被扑吓感受太多，就是说吓咖死草啊，僵尸草太长，好色。僵尸草，僵尸草太长。不过吼，你今日吼要采访一家去买。系北方一家啦，南部客家菜，唯一台北有食到南部客家菜嘅，唯一，唯一咧，唯一，台北安泰呢？我讲一般人讲，诶，坐高铁吼，就可以到去，到几多呀？南部啊，是客南部客家菜，唔过吼，坐高铁吼，那有些麻烦，一早半钟头，一天半钟头到嘅哦，哎呀，唔是坐嘅咩？唔是坐起嘅咩？对嘛？诶，所以观众朋友，今日唔是几啊？马上都带来了台北，是南部客家菜。传统客家料理是南台湾传统的客家菜。一般的客家传统是做北部的客家菜，不过传统是做南部的哦。各处菜的口感就会照老师方法做的，改变又咸又油的美食。哟，冬天拍嘞，一烘糖嘞。什么？很多平东平东的酥条排骨汤。酥条排骨汤。哎呦，是的，哎呀，阿堂哥，长条短条面条青春，条青春，哎，望堂哥要买了酥条喂，你夹夹前面的头羹肉，唔跌吃可能，好啊好啊，吃可能，哎，可以啊，可以，哎，一拳是不？有冇问题？阿想问一下吼，嘿，买个条酥条喂，酥条啊，跟南部的条喂呢？南部的条喂，嘿，伊是讲北部，北部买的条喂，就对耶，闽州。被铺毛，总铺毛，上南部上游，诶，当知识那你讲，阿妈阿妈唔明白那人输掉，哪块看好？好啊，你等一下吼，阿官条干拿出来哈。哦，很条干啊，对不对？条干出来啊，好，阿孙公啊，孙公，麻烦了，麻烦，麻烦。也都会输掉诶。哎呦，哎呦，哎，条干吼，哎，也做输掉诶啊。你们乱枪，诶，哎，啪啪，出面六条诶皮薄皮那种样诶哈。对啊，我过来吼，看你是装满猪锅粉的。有嘞，有枪的哈，真的有枪了哈。客家菜每一户都一定会有这个东西。大家就吃的都是天天做，料忙是够了。没有错的嘛，哎，哎，就挑给你麻烦的哈，哎，做好吃的本事。没问题。这酥啊酥条排骨，好，没问题。麻烦，没问题。酥条排骨汤啊，等用的材料有酥条的排骨、排骨、咸食的、个芹菜、蒜的、胡椒粉、个奶油嫩姜。做法是先用鸡腿骨、排骨通过捞起来皮用，加嫩姜、腿骨、排骨做滚水烫煮，差不多再加些米酒，差不多煮一点钟。煮点过钟过后，好再滚水烫的加落去煮，差不多再煮点半钟。水米加盐调味，过再过煮十分钟就可以耶。我说之前再囤个胡椒粉。个蒜呢，芹菜、盐丝的干叶皮都可以食得。要配自己一样东西，那为什么我们？不要一起把它丢下去，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哦，对，对这个汤好像蒜苗、芹菜、香菜用一下。哦，你来按的哦，给我试看一下。老板是调价同埋装好的。好，调价同埋装好的。好好好。先试一下。用，加不用用啊？火力。火力听。哎，佮无佮台湾面食啊？因为这个好是。它的味道已经跟大骨还有味道已经融合在一起，所以你吃不到那个豆子的味道。哦，你哈够了。所以你会觉得没有那个豆子的味道。那它真正的精华是在这个汤里面。我听我讲，解释胡椒粉好食。嗯。叫你干干清清味道，佮调下大个太酸了吼，佮甜味就出来，有甜味了，甜甜的味道出来，好好食。有噶。要到吼，专门卖给卖贵卖贵的，又加胡椒粉才安多咯。
讲一个秘密武器。哎呀，哎呀，全部明星全部带出来，全部味道都带起来，有加加负责负责食，哇，看到没有？苏条排骨面啊，排骨汤啊，抹够胡椒粉哈，哎，是的，我妈起面，加胡椒粉，全部甜味全部都出来，好的。王老师，王老师好。哎，是有一个功夫讲的。素豆哈，它本身胶质很多。哎，跟胶质所以养颜美容。你像一般哈，你如果这样子喝完，你直接把它放在冰箱里面，隔天出来是解冻。术后注意，哎，阿龙哥要带马个好色的病他个色。小波龙太叔系佮新竹峨眉客家人，哎，佮当归同佮客家人术后融合到创业料理之中啊，得背后就本他家看到木蛋蛋诶，气质系当要催化嘅好神之处，继续看啊，你今日好带来马个高级嘅料理。哎，阿龙哥今日带来马好色咧，今日是豆腐，是豆腐，是豆腐。实在，还做样的跳夫，个客家当传统，客家剪跳夫，哦，客家剪跳夫，哦，跳夫当然呢，客家里边去当平常要食材，好，从从细都会食多动作个，当剪跳夫啦，用跳夫，我都卤的跳夫，好，今天系客家剪跳夫，好，一细细来介绍安尼食材，食材有跳夫、竹笋、七千叉。姜妈、葱啊、辣椒啊、便当、盐、片的粉、盖粉、不算是调油膏、调油、香油、板豆腐那个哦，吸水、抹糖皂啊，这是温粉的可以吗？做得，俺等下咪温粉哦，温粉，因为咱调腐咪。黄豆制品哈，哎、抹那个粉糖豆粉，是糖豆粉，给身体有负担，会不会太 Q 啊？不太 Q 了，便利粉吗？哦，便利粉不爱。哦，便利粉。颜色哪哪？好，也可以换。哦，好，便利粉。便利粉。哦，那个闻一下。哦，问一下哈，哎、欸，要问清楚，莫问很多了哈。其实，哎、欸，问问的好好贱哈，佮看每一撮水啊，啊，看每一个水分剪得出来，别别别别别别。好，来啊，当简单。给你骗你粉，按你剪的发会果果吗？不会，不是果果。哦，所以睇，啊，不是甜粉的，给底部给啊，底部给。糖糖碎碎啊哈，就变到有些不能，就比如些甜粉的，会变甜粉的面丝都滴过，要好多哦，要好多哦。你那个说给 Q 我小不滴的，然后我中麦干也不滴，到了通灶了如指掌哈，全部懂了给。好，嗯，然后哎，是哈谁？全部弄粉上去，最近做的，好，最近做的，全部做的了哈。哎，你要先切，嗯，也是。剩半款，然后切，未做得，做得哦。哦，粉放盐，羊肉拌盐，做得。嗯，它可以做量，可能说可以说量好了哈，量好一只一只量哈。哦，没，莫强色的，强色的莫煎哈。我给煎到烂烂了哈。哎，莫煎到绵绵哈。嗯。准备油什么？哎呦，爱滴啦，爱滴啦，我爱我爱橄榄油啊。橄榄油，橄榄油，好来，来用一滴的油哈，一滴的时候，多安多嘛，一滴的就好，一滴的就好，一滴的就好，多安多，而是出空间，一天的少油，可能没有，一天的少油，哦，很会发论呐，这菜，要安多羊锅，你要包个哈，还有毛细孔。我看我的然后谁给口我的羽毛细孔那么便宜哦哎就买布色的宝哥啊卖了一天用台风来烧狗哦烧狗很耐用没那么上路那么便宜哦冲来的做饮料跟喇叭哦买这种不用清太上还不会这么烂天的有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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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用清太上用过的从眼镜用用水都清代哈还不会跟眼镜看没法
唔通喺那里偷你的肉？你讲肉硬哦，肉硬哈，啊，冇乱讲啊，有两个。基本上用剑子做得好。嗯。哦，什么东西啊？哈，溜溜个呢，边色转色，嗯，擦擦个呢。这当面都剪刀系咪？最好看是当面是剪刀，剪刀啊，哈。这都麻烦，一整个剪两面咯，哎，两面不是啊。好好好。剪四面啊，嘿。哎。你要尽量用太薄滴滴的，莫脏吼。它太薄了哈。你要完全很瘦的哦。你要最主要会不给上色。嗯哼。哦。好。然后你要剪头部呀，剪暖呢，俺莫便宜哈。你要包个，你要又瘦过，瘦又瘦过，一点动火炒，不管你炒饭呀、剪暖也是剪嘛开，一点动火，你掌握放血去做，是莫错。好。好，不用去水了哈。哎。哇，冰冰棒棒，冰冰棒，哎呦！好，你要下到变汤。怎么搞变汤？回甘，叫做回甜。跟本来砂糖变为什么？变汤没下甜哦，叫吃起来下香哦。你是不是较好了哈？好，哎你啊，那这种的哎，你是调油。调油的阿哥来，阿哥调油哥，哎，阿来调油哥，调油哥阿哥系乜嘢？阿龙哥，哦，这么不用调油搞油，不用调油了，冇重要，冇咁冇重要，阿做咸唔咸啊？你先看看，调油哥系甜啲的，哦，较甜啲的，嘿，我唔要不用冰糖嘅阿咩？冇，该冰糖，你冇去用嘅甜面，嘿。反正高油脱离就可以了。哎，你要蒜丝，蒜丝啊，里面个印象，我中把个恐怖料理来。你先注意啊，注意啊，注意啊，个香花喷粉。来摸哎腌吼，呀好，那得盖粉，好。哎呀，调油阿哥，不要调油膏，我不用起司粉，调不够，不用。里面恐怖料理，里面解释一下，实在解释一下，莫冲过给他煮菜的哦。哎，哎，你豆腐加起司粉，加辣椒，加盐丝的，加葱的，过豆油膏。好，晓得的。啊，豆腐你下哈。哎，还一系同个豆腐得多，哎，你所有的卡住的个酱料底部哈，你下捞豆腐哦，加肉入面，入面。好，伊阿有辣椒的面，有跟用的调油，调油阿哥的面，韩国香油，全部拢伊煮啊，所以会煮鱼，含鱼那一种的煮法还蛮干净嘛，对吧？会煮不会煮？阿哥，哎，什么你敢讲嘛？该呢？特别当贵嘿，阿公阿龙哥吼，嘿属于个嘛个料，闷骚型的。吸点蛇会给做个呀，佮全部低尿。哦，冻笑，冻笑，冻笑，没冻烂。紧绷的佮种蛇啊，水分你数着系咪？嘿，你啊加水又差不多又哎380 CC 哈，380 CC 哎左右。哎，你啊中个水用啊大火的哦，捞佮会煮一下哦，捞佮豆腐，佮捞蔬菜米完全结合。还佮我煮，安尼煮个煮数着会煮一久。你要差不多两分钟是左右，两分钟，哎，两分钟，哦，其实你们是扁那个扁面，不是哈，你会透过个组织会吸收，哦，上次煮煮个扁面就可以了，不然不然情绪化嘞，你要又改嘞哈，哎，啊，扁面啦，扁面啦，各位啊，反正阿龙哥其实佮煮出来卡，佮当真可以讲出佮太快用，比如380 CC。两分钟，你像来嘿，有的人煮做咩呢？有的料理时候，有的人专家煮的时候，厨师煮开就讲，煮太快，不用适量的水，最久呢，煮差不多一支香的时间，哪该啊？一支香，然后开香按太急了，好，别拿手提，好，然后来了，别拿手提，手提，手提，好，别下，要全部会吗？做得，全部做一数哈。你看呢，阿龙他晒熟的吼，无闷到的时候全部都飞得落去的，要么看到几多飞嘛，搿种。你看水妹，
袂好咧吼，你啊，起检查，检查表可以。冠佛，啊，业主，啊，等传统的客家真舒服。你看你啊，也欠粉，你是欠粉，哦，那么便宜。工作人员一定想讲，该点来烫粉流出去，唔该，唔该流水，你可能会想我流水啦。哦，为什么不给流出去？受不了刺激啊！变唔得咧，阿龙个变唔得咧吼。我讲什么笔记的人啊吼，胶卡除非不用自抛的，所以伊无笔记哦。其实激动激动激黑，跳白黑混黑道，我讲。摸摸大白开开快板社会吼，我讲这真是哎。阿白啊你吼，哎，阿龙讲伢个跳舞地板，系有人看得到个卡勤奋的个。感觉对吧？不过我东东一下可以了，感觉吼，其实点都会较好看过，较扎实过，有较透的感觉，啊，而且金金吼，嗯，不用摆点六宫格是好吼，嗯，很香很香。公司是吼，公司菜发，看见的叉叉卡没懂好看，不过一边的路过的吼，哎，结果给颜色吼，过色泽色木很好看嘞。有黑我难睡嘞。哦哦，看哦，你当简单哦，哦，哎，你做好呀？啊，别香油，香菜，哎，香油加油冰的啦。哦，加冰的吓。哎，你讲冰的莫讲，莫专心吗？莫专心啊，莫专心。哎呀，哎莫，哎你，哎莫专心。哎，人来看你，就哎要讲啊，莫讲，哎要冰啊，莫冰哈。嗯。冇病是下钱的不爱，冇人点有病嘛？有啦，那 VCR 给看袂滴，冇你个病还没想个转吃。哎，快哎，转一咪，好好好，哎，马上，我来试试，人家出客家剪头夫来同阿龙哥，嘿，是为的是呀，养的是呀，好嘛，好，再来试试，客家剪头夫。除了有半条夫，从呢养马，那这位就顺，跳油高，养油给粉盐五次，偏的粉吃盐菜，冰糖做法是同从呢切油油诶，跳夫吼用纸诶同个水粉啊，就煮走以后呢，再温的位啊偏的粉切一些的。沙来去油锅，同豆腐冰一味，煎到差不多擦好就可以，再拿起来皮用。另外再起只油锅，同姜麻来这位竹笋香油，去拉拉以后呢，同水、冰糖、豆油、豆油膏、胡椒，去煮比滚表落去，再加鸡粉、豆腐，再个煮两分钟左右诶。切了面，同切盐菜、香菜呢。系提供嘅装盘，安尼吼，简单吼，又传统嘅客家剪豆腐吼，就可以食咧。跳跳表，我来编怎么改？娘娘，石头爱清香，石头爱清香，游戏规则，太初是二楼，太初抢钱，杨经理就做关注爱负责问劳动新食材有关体检问题，那我一上瘾就会回答。听讲初几年就做在石头太初做个秘密好料理，听讲唔错，等于家个料理就本色。哎，那你试试，今日就看来同阿龙哥数先，哎，剪刀石头布，哦，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哟，用那种布的呢，剪刀石头布，给出闪刀布，哎，你用没？调试哎，有炸，给调试哎，有人出闪刀会出中央的，有啊。当然哦，
还是 D？ 好，豆腐的制作的时候呢，先从黄豆诶，去磨磨成个豆奶汁啊水以后呢，煮滚以后加乜嘅东西，把个豆奶变成一堆堆。一，第一只 A 盐卤 ，B 咸卤，他们是学到冇？咸卤，咸卤，你再去剪。减减路，好 A 和 B， 三秒钟 A， 再改多一 A， 哎妈黑啦，改多了，一二三 A， 染路然后基路都是底部都有同多的矿物质哈，那种矿物质会到体内底部都的蛋白质凝集，按也你是做的到体内变到固体，按去除多余的水分的洗解是做的变到豆腐。啊，一般来讲，安尼种诶豆腐诶制作，迄种染卤来做安尼。像不像这种料手法？你用来做唔敢不敢？多做啊！你用地咯？你用地染卤？我地啊，我做实的，我用地喏。你减卤会做嘛个？你真实啦，真实。没啦，减卤会做嘛个地嘛？唔地。你讨你啦！你这人算干啥？哪样嘿？七十分加豆腐加豆油膏，有什么？甜甜酸酸，有豆腐味，好吃。你家以前没当好吃。高比是高中豆腐几多人搞嘛？有样冇样？唔过加油加一些豆油，有些葱诶、生生诶、冻呛诶米丝。我哋阿香，人家咩秘书他讲下，我当下，也很好。咩秘书？佮竹笋吼，嗯，当香，佮完全不豆腐包裹，包裹，嗯，佮豆腐吼有软，飘有弹牙，佮剪到软，剪到软，我先讲，佮先讲，有我下下滚，不是下下滚，当香，有滴了，佮因为几天才变面。相信嘛，很 healthy 哦。你们个人冇问题，挨乜谈得多？有样冇样？哦，大家试看看。好啦好啦，好多朋友，素养系一张问题，唔过开玩笑嗬。一出菜嗬，其实当简单当好做。各位平常人客家剪豆腐冇咁麻烦，唔过假些巧思，嗬，不用得会做顺，假些咧，乜嘅？挑油膏，挑油去剪剪咧，诶，其实。他加钱豆腐，妈有新的，新的一种感觉不是出来。好，没错。哎，我唔过我唔记得，到礼拜一到礼拜五九点到十点，记得收看嘞。空间生活好注意，俺是什么？